当后悔了房东也没修啊，咋那么做啊？咋能晚上一个人在这儿的多害怕？我租房子的隔壁邻居吗？这在收地啊，我去叫他帮帮我。你好，这是恁家吗？啊，对呀，怎么了？今巧我住你隔壁。啊？是吗？老张这是把房子租出去了又啊？嗯，租给我了，我在昨天刚住的，然后才搬过来。哦，那还蹭邻居来了是吧？那个，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。什么事儿？我这今天来修饰房子，胡了吧的发现一个灯泡它不亮了。你说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我也不会修。以后房东吧，他住完房子之后就上县城了，来不了。你看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洗洗啊？哦，这个事儿啊，那行吧，我去给你看看，我回家拿工具啊。嗯，好。走，去看看。好，走。还行不了啊。嗯。我看看这个灯泡吧。好。哎，这熊猫别看戴个口罩，然后看那眼长得挺好看的，应该长得不孬。嘿嘿嘿嘿嘿。你要不扶扶我，我有点恐高啊。啊，好。扶我啊。哎呦呦呦！啊，不行，害怕害怕。哎呀，这恐高啊，就是不行。哎呀，你扶我大点，我在这儿有安全感。怎么样，谢谢。这大点。怎么样？啊，好好，这样行。对。哎呀，你这个灯泡吧，歇了，换个新的就好了。换个新的就好了。啊，对。你一会儿上商店去买个25瓦的灯泡，我给你换上去。我先把它拆下来，好不好？行。好，你先扶大点啊，大点。哎，好。你看，啊，都发干了这个灯泡，是呢。行，你去买吧。哦，行，那我先去了。啊，去了。哎，小马小身材，不错啊。哎，一会儿回来，这个李二让他打开口罩，我看看长得到底俊不俊。嘿嘿。醒醒。瓦数有点低，不过还行，初步用着。你不是一个人住啊？是啊。啊，那就够了。啊，一会儿你赶快把我安上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老戴个口罩干什么？这不天这么冷吗？戴个口罩不冻的。啊，谁在家来？你这样行了，也不冷。
算了吧，我还是带着吧。侄儿嘛，是不是啊？以后咱俩就是邻居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这还行了啊。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样，瞎发我不认识你了。这样吧，这样吧。那行吧。哎呀，这哪还得转过去呢？哎呀，这样吧啊。哎呦我的妈！炸！娘，怪给人许吧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太疯狂了。